大了，不要分散行动。往哪个方向走？北方。那不是更冷吗？恰恰相反，这里的北方会暖和一些。是复合混凝块，这里曾经有人生活。啊！怎么了？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，我看见它动了一下。也许是当地的猛兽，小心警惕。听见什么声音？好像有谁在说话。不出声也没用啊。让一下，三月，对付掩耳盗铃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铃铛砸在他头上。哎呦，我说哥们儿，不至于吧，钻雪地里没啥大过错，不用拿枪尖子捅我吧。但是这怪不得各位英雄，是我出现的太突兀了，挨着一戳值得，应当，哎，必须，要不怎么能认识各位好朋友呢？请问杰帕德大人来了吗？我跟他挺熟的。啊，谁？哦，你们不是兰家人？哎，早说呀，自家人打自家人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桑伯科斯基，幸会。哦，我记着了，在这冰天雪地里碰见活人可不容易啊。哎，你们的藏身点在哪儿？带我去躲躲呗，银宗铁卫估计还在追我呢。不是吧，各位，头一回做这买卖，连个密室都没准备。你们知道擅自离开上层是犯罪吧？对啊，怎么了吗？我们是第一次来。哈哈，新手啊，动起了古代遗物的心思，想捞票大的？嘿嘿，没事儿，你们可以畅所欲言，我桑伯啊，从不吃独食。外面这宝藏大得很，有才大家一起赚嘛，啊！
说吧，桑伯我就喜欢提携晚辈，不过说快点，我怕银宗铁卫追来。看你怎么定义附近了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，喏，往北边再走一段路就是共同体了。你不知道路？哇，你掌握了一个裂隙，能直接到外面来，厉害呀，伙计。裂隙？哎呀，就是被封起来的那些扭曲的入口，看着好像空气被挖出一大块似的东西，那玩意儿里面四通八达，虽然危险，但要是探出一条路就很好用。哎，他说的是裂界吧？裂界？你们那儿这么称呼裂隙吗？哎呀，也行，这东西也没有官方名字。人类抵御寒潮的唯一堡垒，普拉米亚的神佑之城，上层的人反正是这么说的。你不知道共同体？哇，伙计，你们该不会也是从下层区溜出来的吧？哎，你们走的是哪条通道？我是说哪个裂隙？不想说也行，商业秘密嘛。我懂。你一直在说上层下层，那是什么呀？就是共同体的两个区域了，建在地上的叫上层，地下的叫下层。上层快乐，下层遭罪，上层自称圣民，下层都是恶魔。哎，就是一套说法，其实没啥区别，活着就不易了。就是蓝甲人，你知道的，共同体的武装力量，执法者、警察、军队，一句话，就是咱们这行的人最怕碰上的对手。你懂的，东找找西翻翻，搞点古代遗物回去卖钱，反正就是蓝甲人不许我们干的事。但是嘛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共同体坐拥周边一大块宝藏，自己不挖，总不能浪费了。哎呀，结果运气不好，溜出城的时候被蓝甲人发现了，还是杰帕德朗道的直属部队。为了躲开他们，我也是慌不择路，就钻进雪里了。啊，那行，我们快走吧，万一银宗铁卫还在追我。你能给我们带个路吗？我们对这儿不大熟。妹妹，带路小意思，但我就是乐于助人，心地善良就是我桑伯的代名词。跟我来，朋友，轻点声，可别被蓝甲人发现了。你们不像是共同体人，但也不像是从下层区来的。你别问了。我们是从外面来的，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么多。外面？哇，我更好奇了。雪变小，就证明方向对了。这是受祝福的城市，只有他不怕风雪，因为普拉米亚在照看着我们。普拉米亚你们总知道吧？这是还记得我说的银宗铁卫吗？就是他们了。帮个忙，哥们儿，我不想被抓呀。让开，我无意挑起争端。现在速战速决吧。尝尝这个，不痛不痒。该我出场了。争斗并无意义。
无意挑起争端。速战速决吧，瞧瞧这个，该我出场了。本姑娘出马，怎么可能会输呢？争斗并无意义，速战速决吧。碰上我算你们运气不好，看我的。这不可能，速战速决吧。等等，该我出场了。嫌疑犯呢？让他跑了。我们已经逮捕了他的同伙，也许他会找机会救人。都未必等得到。我可不是狡辩，我们跟那个坏蛋真不是一伙的。你看他丢下我们时能有半点犹豫啊？好心把他从雪里救出来，没想到他只是利用我们来对付你，你可千万别受挑拨。住口！你竟敢冒犯杰帕德大人。不要紧的，凯尔，他只是在为自己辩护，这是普拉米亚许可的权利。如果他说谎，执政官当然会赐予他应有的惩罚。你自称从雪中救了嫌疑犯，但你可知道，普通公民是禁止离开共同体的，仅仅出现在这里，就已经是一宗大罪。哎，我说了你大概不信，但我们不是这里的人。少说话了，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，听说这里有人类的城市，所以我们来了。很远的地方，寒潮外面那里还有人类吗？实在是胡言乱语。队长，请允许我塞住他们的嘴巴，这是何等毒神之词。是真的啦，你瞧，我们三个根本就不像你们这儿的人吧？不，凯尔，现在还不能判定这番言论的真假。你看他们的穿着，那确实不是共同体的风格。还有他们身上持有的那些古代遗物，我们从没发掘出类似的东西，博物馆里也没有相似的物件。可是，还有，大概就是直觉吧，总觉得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，某种很像执政官大人的感觉。这样想吧，凯尔，至少对他们的裁决不应由你我做出。如果他们真的是外来人，那就是共同体千年来从未得到的，外面依然有人存活的证据。这是一件必须立刻禀报执政官的大事，在执政官下达处置的决议前，不能把他们当作犯人来对待。那嫌疑犯加派一个小队在城墙附近巡逻，他跑不了的，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。听见了吗？本姑娘立功了，这回我可没惹麻烦，还救了大家。有一瞬间我都吓到了，这个人好可怕呀。别放松，危机还没有解除。麻烦各位与我走一趟了，我会将你们送去贝洛伯格。如果方才所言属实，相信执政官大人会亲自召见各位。欢迎来到共同体。爷，因为你们身处贝洛伯格，人类抵御寒潮最后的堡垒。寒潮？据说在负罪年代，像这样的城市还有许多，彼时的大地充斥罪恶，
到处是燃烧的熔火和沸腾的乌烟。硫磺与焦炭唤醒了地底的恶魔，他们召唤了寒潮，毁灭世界。席卷的狂风与暴雪将世界冰冻，留存的唯有贝洛伯格。因为有普拉米亚的神迹护佑，这座城市虽受风雪侵凌，却永远温暖。他说话好奇怪哦。那不是他之前的语调，他应该是在引用某段典籍。哦，那他干嘛要跟我们说这些啊？因为你问了。杰帕德长官，佩拉士官，情况如何？骚乱已经平息，银宗铁卫正在巡城，确保旭日节期间的城内安防。敌党的来源正在追查，资料显示近日缆车道无异常。你的看法呢，佩拉士官？我认为这不是一次有预谋的袭击，长官。疑犯只有一人，没有发生任何暴力行为。也许他是那里的迷失者，一不小心来到了行政区。你在暗示除了缆车道还有其他通路可以连通地下与共同体？有许多研究者都提出了类似的假设，长官，我们对那里还所知甚少。我会把你的意见加入报告。这几个人自称从远方来，城外。贝洛伯格的远方？雪原的外面？那里还有人类能够生存的地方？估计是很可怕的大灾变。是星河吧？是真的吗，长官？城市的外面是真是假，你我无权判断。我会将此事报告执政官大人，在得到执政官的指示之前，先将这些人当作宾客礼待，但是要看好他们，别让任何人离开你的视线。是，长官。远道而来，想必累了吧，请跟我来。三个陌生人，三个陌生人来到了贝洛伯格，他们中有人带着毁灭的种子，并将引致灭亡。你可记得训诫？谨守戒墙，只因恶魔将如风雪般降临，只因灾厄将如寒冰令人战栗，种子深至地下，终有一日毁灭将再度到来。是的，这是普拉米亚的教诲。带他们到我面前来，布罗尼亚，你要为我做到这件事，我必须亲自审判他们，净化他们。是，执政官大人。没有旁人的时候，你可以叫我母亲。我这就去办，母亲。
哟，佩兰，你还在忙啊？执行公务啊，西路啊，你的好弟弟交下来的任务。看人呢，差使这么可爱的小姑娘跑东跑西的，自己溜号去了。她去向执政官汇报工作了。每次都是这样。是啊，每次都是这样。啊，这些人是谁呀？没见过呢。共同体的贵客。啊，老弟现在连接待的工作都交给你了。不要。咦，我家佩拉这么可爱，我还不舍得呢。哦，我又写了一首新曲子，晚点一起来试试。嗯，不忙我就来。转眼咱们就从贵宾变成罪犯了。三月，做好逃跑的准备，总之等我的信号。险了，但不是猎界。哎，那就算我的，功劳归你，责任我扛。快走吧，现在没有追兵，但如果事情闹大了就很难说了。追兵？他们敢吗？猎界可是被扭曲的异空间呢，弄不好就永远出不去了。没别的法子吗？难道你们更想在这个冰箱世界里蹲耗子吗？你们说的也有道理，还是快点找找出去的路吧。在未知的猎界寻找出口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但是入口那儿现在肯定有重兵把守。速战速决吧，生死虚实一念之间。
洞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破！速战速决吧。到底呢？该我出场了。争斗并无意义。速战速决吧。